相信它呢是具有能量的，是不是真的？其实呢也见仁见智。但是在坊间，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占卜师，他们号称呢就是用水晶的能量来帮民众解惑。像是有一种呢叫做水晶明白的，看起来像是个吊饰，但是呢拿在手中把玩，那么你问完他问题之后呢，就会开始旋转，可以透过旋转的方向知道答案。如果可以跟那位男子去取其他有可能。